大家好，我是宝妹，欢迎咱所有在乡亲的朋友收听咱100年8月12日礼拜三，依然是阿宝老师甲宝妹伫只为你所服务主持2点钟的新农播节站。来，今天来到我们的星期三，兄弟兵所有在听众，你们今天过得好吗？大家今日吼过得好无吼？如果是来到暗头黄昏时间哦，中昼过后呢，落一下雨。你有发觉无？感觉真的是凉快多了哦。会怎呢？出这大炎热，可能介只乡亲呢，各位想讲会吗？会吗？会下雨吗？气象局今麦去报气象呢，真的是有一点点给他很准哈、哦。好了，不管呢雨落多落少，好朋友呢，把家己的这哈、做不够好，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哈、哦。好，我们来等老师上线，老师上线了，哎，来来跟老师问声好，阿伯老师好。大家好、老师，我今天一开始呢要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件事情，我来分享一下，因为呢我发现说啊，出去外面有时候认识一些人还是不错的。前两天呢我们在住在水南、他本来他原本可能、在中国大陆吧、他说他在中国大陆应该够用啊，现在呢回来我们台湾、去做事。但是老师你知道吗，人家呢在中国大陆呢是种那种30亩15亩以上的田地，而且现在呢对台湾是一个身体而已，台湾的台陆的一个工作呢都是发落给人去做，然后呢人较早呢在台陆去巡巡这个园区是开宾士500啦，老师500呢，宾士500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数字不一样吧。我是写250，写300，后面可能就是写500吧。因为我也不是很懂车，我在他应该对我来讲，差别就是数字的不一样。但是呢，我听到他那样讲呢，我干嘛讲？人生吼真的是有些人真的是有在那边打滚过，中国大陆住了几年，你知道吗？三十年。嗯，你看，所以应该是就早就早过去，现在是民国，他应该一开放就过去了。哎，刚才呢，上早一批，他一开始呢，他是在一起咱家人阿弟在新增吼做印刷做做啊，当了一个泰国先去三当，然后再过去吼，中国大陆，就是住了30年，就是来来回回30年啊。当年有赚钱没赚钱，老师你就听我这样讲，人家就是当然是有咯，是不是？而且呢最重要的是说他第一当呢跟他底下聊那个砂糖橘了解多，因为他不晓得说砂糖橘在中国大陆呢大家要的是那种小颗的用小粒的，结果他用种节太大粒，对他说他用龙鳞菌他种节太大粒的，他说哦，真的是在一盖吼，后来可能有用过龙鳞菌啊，就是蛮凄惨的。伊讲好像这个龙鳞菌这种物件，伊即摆是正追到啦。伊讲龙鳞菌这种物件呢，用伫诶这方面，他看得出效果，但是他觉得柠檬伊那也看不出吼，伊有啥物况卡好诶效果，毋知是伊因为时间唔对，还是讲他的使用方式不错，看不下大咧。伊讲大陆有一种叫做什么皇帝柑嘿，什么皇帝柑还是什么柑？对，帝王柑。就是类似那种东西。伊讲用龙鳞菌好过嘛，讲吼。所以老师他觉得柠檬呢好像不是那么突出啊，所以那是讲吼龙鳞菌的部分用柠檬。他觉得同一颗啊，那有什么差异性吗？同一颗的嘛，来。这个当下是使用的这个时间点吼，你讲的这个人呢，我应该有去过他们家哈。真的吗？对，是哦。我有去过追哪一刀哈。反正这件事情呢，其实让我有一点点不是很高兴。不是很高兴，不是对咱这个好朋友不是很高兴，是对公司的处理这项代志的时阵呢，不是很高兴哈。后来呢，公司的直接把这件跟咱接触哈，这一挂用法啦，虾米款哈，接触了经验的时阵呢，然后伊的就接过去做了哈。所以呢，这个。应该是他没有错了，我应该还可以找得到他的电话哈、那么我今要个怎样引导到底对啊？不是哦，我是不知道了。追拿的这个追拿要去啊，也一个三合院哈，这家家这个
你这样我再想一下哈。那以前我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好朋友哈，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好朋友。那诶，熟悉伊嘛，有可能是因为这位朋友呢，这个介绍哈，这个咧讲到伊用啊，因为真的这朋友知影不啊，种啊，下落含人讲的种蒜头哈，是为咱这位听众朋友呢。啊，伊啊对这有兴趣啊，所以迄阵拢含伊有做伙哈、啊。啊，是大概是这款的这个药。这当然因啊，有真侪人吼、哦，伫大陆这个，尤其台湾人从事着这农业，真侪唔是这个啊，他本身不是很专业吼、哦，就是讲伊唔是讲啊，伫台湾就是做这道的，啊，然后甲过迄边做这道吼，作者唔是安尼吼。啊，作者拢是因为呢。啊，伫起只遐，因为去投资一个事业吼，比如讲去做这个工课啊，啊，我熟悉足济，然后也有消费啊的吼，也有做年轻的吼，也有做这个车链的吼，啊，也有做这种，反正因真济，因为因咧做这个工课时阵吼，啊，有当时啊需要伫台湾，你知影咱知影这个土地吼，拢较。有当时啊，要出卡手，较歹出卡手，所以真侪真早过的人呢，啊，迄阵土地真俗吼，较简单去取得，啊，所以真侪伫迄个时阵呢，啊，那叫大陆人骗去的呢，即马拢赚大钱吼。安怎讲叫大陆人骗去，就是讲当初伊就是改设计伊落用买，唔是用租的，后边讲你用租的，你就是先付。啊，三年的一个租金吼、哦，啊，三年一次爱付清啊，后边呢归档了吼，啊，较照这个一年，这个五年起偌济起偌济吼，啊，这当然对咱也是去投资吼，咱唔知做起来做未起来，安尼是唔是足好诶吼、哦？你也感觉讲诶、欸，这样子很简单吼。哦因为你甲你三年啦做了，我会拍拍屁股，我都卖甲你做啊，安尼是不是你都唔免过去投入？哦，所以足侪人其实是拢很精明去计算，啊就讲啊我用租的啊，反正呢这个唔知做会好做袂好啊，但是因为总是有看到一个机会嘛吼，啊有当时啊捧场啦是创啥啦吼，这拢有。够另外一种就是叫人骗去的吼，啊设计伊来买吼，啊结果买起来了，较知影讲，啊说是用买啊，我是买地要创啥吼，啊伊迄买迄种地呢，通常拢够一个附带条件，伊需要伊爱去开发吼，你袂当讲啊，我甲买起来像伫台湾买起来，我爱创啥去定伫伊只遐无吼，你买起来了你啊，伊迄内底有迄足侪迄个规范，啊有当时啊你无注意甲看吼，伊迄内底够有足侪。啊，就是讲你爱照伊个规定，啊，偌济投入啥物工课，偌济啥物有一个比例啦吼。啊，我有诶无去想遐远吼，啊，就讲啊，这俗俗啊，尔怎甲买起来？啊，买起来了吼，伊即马都有一部分诶人呢，因着感觉讲，啊，无不如得要吼，头壳转了较紧，啊，伊个事业嘛经营了袂歹，啊，伊着内底有即个需要做农业做啥物，啊，伊着找一寡啊工人吼，啊，然后去凊彩去甲种种诶吼，啊，即种吼，即真侪买啊土地。然后赚到钱吼，即咱台湾啊有一个真大诶一个即企业，伊就是安尼去赚到钱吼。当初因需要甲即个仔啊呢啊，伫其他各地方诶所在，伫迄个甲伊找一个所在甲集中啊，然后验货管理了呢，做伙出口吼。所以因较早是咧做即种诶即工课。那你爱有迄个土地伫迄个所在吼，那就看较早诶，即个不啊熟悉一个大地。大罗州诶，吼，阿姨就讲，我讲哇，你他照眼讲买遮侪地安尼，吼，阿姨讲，我咧新疆咧，迄阵是无法度，因为伊做啥，伊做帮务，啊，伊做帮务吼，伊怎啊帮务，伊咧租人，伊咧创啥，伊要一个所在啊。较早交通无像即马遐尼方便，所以上好是安怎？上好就是讲，啊，你有当有一个地，吼，啊，然后你就去。帮忙去放伫遐，后阿麦再上远，阿离永和较近嘞，离中和较近嘞，离新庄较近嘞，离罗州较近嘞，啊，因落去找一挂较俗的迄个唔正地啊吼，啊，伊落去家买起来，吼，啊，即去啊工租也好啦，是安怎买起来？即款买起来，伊就放帮忙放伫迄个所在，啊，伫遐出出入入，啊，买啊迄块地当然后摆就无同款啦吼，所以呢，啊，就作者建商来找伊，啊，找伊开发来起厝吼，所以即通常拢是啊含一个即个社会即个进步。有真大个即关系吼，啊，拄只不啊讲到即足侪伫台湾，真侪人嘛是安尼，所以前一阵啊吼，
大概差不多在这个正十当前的时阵吼，其实这个因为当初租的地呢，已经有一个这个限制，就是讲你若无做农业的开发，迄、那个时间嘛差不多已经到啊，差不多在一零年迄个时阵，因为大陆的这个经济在迄个时阵是会当讲尤其真济是井喷式的吼，来讲真济拢需要做些土地要来建设啦，要来创啥啊，所以伊迄内底有一挂这个配套吼，比如讲伊有一个啥物真济人。唔知影这种嘅一个、这个迄、那个价值，比如讲迄块地呢，其实伊是一个开发区，开发区内底伊拢有一个叫做即、这个建设用地，附属建设用地，比如讲即块地你有三百亩，但是即内底呢有三十亩呢，10%吼是建设用地，建设用地就是那种咱嘅。这种地吼，就是讲也当做商业地产，你也当开发起厝，也当去卖人，也当去做工厂，也当去做啥，差不多弄这种的这配套。有的人较唔知影吼，这款就去用设计去吼，所以迄块上好的迄块，人就甲伊挂掉去。无即块卖我偌济甲你买吼，你就叫买去。买去啊了呢，你变做你迄个农地吼。也去吼，即内底就烧过吼，作侪即个纠纷啊，作侪咱台湾人唔知影吼，也该讲你来免费来种植啦，来创啥啦是安怎？你即马你开始伫遐种植的时阵啊，就作侪即个纠纷吼，当地政府要来甲你收啥物物件，收啥？你即个又听未了吼，因为即内底有作侪即个前前后后的即个因果的即个关系啦吼，所以即、这个其实也蛮。这是其实阿伯啊，就对这个较早拢无讲真了解吼，还是伫这家家有真侪人较熟了吼，较熟了呢大概呢就是讲会当去知影吼。伊有这款的者，所以你若准讲有人招你去大陆要去种啥、要种啥的时阵，你一定爱甲真侪这代志爱看清楚，因为真侪人吼即、这个已经甲迄块建设用地摕去开发，摕去开发的时阵吼，伊甲迄个人呢，这蛋黄中的蛋黄伊要去啊吼，所以。边啊，即块地伊得爱有去做即个，伊迄通常弄一个配套吼，比如讲做农现代农业开发，你爱开发啥物，开发啥物吼，你若去做的时阵呢，伊就认为你是即、这个你的开发商吼，所以呢伊就找到你吼，所以即个物件有当时会有一些很复杂的一个即、这个吼即内底有一挂就复杂的一个即、这个过程吼，所以即底只就提醒咱好朋友吼，就是讲尤其是愈熟的人，你呐大陆人要甲你骗吼，较无遐简单。咱会简单，心理上有一个即个封闭吼。那么台湾人要甲你骗较简单，因为咱会较信用嘛吼，感觉讲个台湾人吼，所以呢，拢嘛是即、这个好朋友吼，海开食力啦吼。即通常若要小海，拢是好朋友呢，海开食力。所以任何一项即个工课，拢是爱咱爱真谨慎，尤其吼、要签约啦，要创啥吼。你若讲去泰国去到迄鸟仔字，迄咱看无，迄咱就无法度啊吼，迄种的。有当时啊，你会出现足侪即个代志吼，即较无法度去预测。但是伫中国大陆，迄字咱是看有诶，吼，伊诶一寡即个文件啦，创啥吼，你若看无，你也甲问我清楚吼，你。像伫泰国，伫即个越南，你要问，你连要问，你都无在调问，伊凊彩甲你讲讲诶，你嘛毋知影吼。咱有一个台湾有一个隐形诶世界冠军，全世界即个加工番茄，应该不含在捌讲过吼，你讲。即、这个台湾人生产即、这个生产即、这个番茄即个 F1 吼，一台19的经济做加工用的，然后寄去美国吼，美国人呢，甲即个经理处理了，佮甲包包的全世界去卖，甚至卖个中国大陆吼，卖去新疆，卖个统一啦，即、这个去国美啦吼，即做者经公司。哎，那个去种的了，这甘蔗片呢，他送去这个青岛啊，做加工，做客家铺哈，做这个番茄酱哈，就去韩国去这个日本哈，卖去加拿大，卖去美国安尼哈，这全世界洗一遍哈。这内底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讲咱台湾人，伊是专门做这种这个种子哈。一代杂交 F1 的一个种子的这个生产吼，这伫全世界咧做这个 F1 的一个经济的生产的公司吼，不啊，迄天听咧大家咧开讲吼，这大陆人讲的，唔是台湾人讲的，大陆人讲全世界有一
百间吼，有一百间的公司呐在做 F1 的经济吼。即内底有九十间含台湾有关系吼。伊讲有个人讲无，你讲安尼讲较夸张，但是即内底应该是九十间含华人有关，有可能是泰国，有可能越南，有可能是马来西亚对几家。但是啊，因的结论讲，即个人拢含台湾人有关系。你就知影讲，伫即个 F1 的即个种子吼，即、這个一代十九经济的即个生产呢，啊，台湾伫即个世界上是诶化水的跟党吼，因拢笑讲农用是虾米？农用就是种子界一个即个啊经济界吼，种子界一个即个黄埔军校吼，比如讲伫大陆即嘛啊，你那是讲迄个番麦啦吼，虾米即都卖讲吼，你比如讲伫厦门即周边啊，含伫做经济有关的吼。做经济、做品种的生产有关的，这个公司吼，这十间内底可能有九间吼，啊、是含农药有相当的一个关系吼。比如讲，因头家可能较早伫农药上班，啊是讲伫较早做农药的业务，啊是讲伊咧卖农药的一个经济，啊是安怎吼，有相关的一个关系吼。所以啊、有时候呢，这一个。啊，讲真诶啦吼，就是讲一个时代吼，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呢，其实咱真可惜吼，就是讲啊，因为咱家己伫某一种诶一个原因啊，农药呢，这间公司无法都变作世界吼。当然，伊即马已经是很伟大啦吼，这间公司啊，不管认为讲伊是相当伟大，但是伊无法都变作全世界上大的经济公司啊，是有一点点可惜吼。它确实有那个条件吼，伊确实是有迄个条件啊，即、這个当变作是全世界上大。经的一个啊，这个经纪公司，但是真可惜啦吼，就是讲，伊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内底啊，并无去啊去做了真好势吼，可能就是讲一个机会那是过去吼，的、这个机会的大概就没有了吼，就是安尼吼，所以拄只啊，咱就以听众带追拿之类吼，这应该因是种这个柑橘吼，这真早的已经啊，这几啊冬啊啦吼，这也不已经是应该。最少有八年以上，就是讲啊，阿伯含宝妹开始在做节目的时阵，吼、哦，这个时阵都已经的，我都熟悉哈、哦。那这个大概是这个过程，就是讲啊，伫真济啦吼。其实台湾人伫这家家有一挂人，其实他做得很成功，吼、哦，比如讲因做这个啊种子的这个代工生产的吼。哦拄只我讲的是一下吼，可有足侪下，唔是干那一下啦吼、嗯。啊，有专门咧做这个南瓜的种子诶，吼，做砧木吼，白子南瓜的砧木，啊，有专门咧帮日本生产什么款的，啊，做什么吼，很多吼。啊，这个是有当时啊吼，真侪人因为咱伫占着即个语言的即个优势吼，过来就是讲伫即个台湾有当时啊，即马较无方便吼，较早较方便吼。比如讲咱伫台湾的即个种子要出口的时阵，啊，你啊大陆要卖去美国很困难，较早大陆要卖去美国足困难的，但是台湾要卖去美国，台湾要卖去日本，啊，台湾要卖去即个欧洲吼，比较简单一点点，吼，较早。好、啊、所以在那个时代咱有那种的优势，但是呢、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就是说一个时间一个时间有当时是没什么同款了，所以、这个咱就以好朋友说的，我相信，我相信他绝对是有可能是这样，因为他们场很大场的、他刚才在那个刚好在这个即、这个柑橘类伫中国大陆都开始咧上升的一个过程吼，即真侪人啊，伫台湾做啊要狂下桥吼，即、这个比如讲火龙果哈、这火龙果的即个有一个真出名吼，啊，即伫较早凤氏所的即个巴拉的即个王德南吼，啊，有一位好朋友吼，啊，伊就是做即个火龙果吼，即、这个、火龙果伊敢那卖伫台湾吼，甲迄个加落来迄个枝条吼，不要的枝条。剪下来不要，你咱爱做修正吼，啊，你甲剁起来吼，这一扎三十公分吼，也是卖80块，吼，一扎三十公分嘛是卖80块吼，啊，这个但是伫台湾收偌济唔知哈，伫大陆呢一节30公分就是80块，一扎30公分就是80块哈，人民币哈，啊，几回贵一直咧卖吼，这嘛是一个传奇啦吼，这物件这嘛是已经，但是这个也大概是做的还啊有真济吼，反正呢这是真济拢是一个。
你那是有踩到某一个点啊、哦，那么这当然由于一定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一种量，后面讲以柑橘类来讲啊，起码中国大量的基本是生产过剩哈、哦，基本上是生产过剩，但是伊伫这个差不多啊，不啊熟悉的时阵，因都已经种落啊，吼，所以呢啊，伫一十档吼，这十档内底，我相信因迄个时阵应该是有赚到钱，吼、哦，应该有赚到钱啊。伫、哦、中国大量呢买一台这个宾士的这个 G500。啊，一种车呢，去顺产呢，这个大概要花台币1300万到1400万左右，哎呦，诶，这个，因为税金足重的，吼，伫大陆咧买车和台湾无同款，台湾买车是。啊，标价138万，吼、哦，啊，你含业务讲的时阵啊，减偌济，减偌济，减偌济，哈、哦。咱台湾咧买车是安尼，吼、哦，台湾有一台这个车伫大陆呢，很夸张，吼、哦。Alpha 啊，啊，这个 Toyota 有一台这个进口的这个保姆车，吼、哦，就讲、是、那种小马车，但是伊内底足豪华，吼、哦，两只椅啊呢，像迄、那个啊头等舱的迄种豪华座椅吼，但是车内有一个啊40寸的大屏幕吼，会当开会，会当用这些什么吼，反正就复杂。一种车吼，伫台湾呢啊，咱是多少钱吼？啊，民国啊，伊会拍吼，即、這个打几折？伫大陆无同款吼，大陆是加价购吼。在买车的时阵，这只车标价吼，民国伊开价吼，开价是啊，即、這个。假设啦，吼，假设是120万，哈，但是也不跟你讲120万没有车，哈，啊，那什么时候有车不知道，啊，你要买无买，啊，加，啊，你要加偌济，哦，保妹讲加30万，啊，不啊讲我30加35万，即个加40万，一直加起嚟安尼，吼，即啊，这是一个非常畸形的一个这种发展，吼，当然啊，这种过程，吼，即。啊，真侪人诶，尤其吼，那台湾人呢，会感觉讲这种场景吼，这种场景非常的熟悉啊。大概伫民国80年迄个时阵吼，大概70年吼，大概尤其是差不多是75年到80年啊，这五年的一个中间，我个人的感觉吼。我个人的感觉，民国75年到80年的这中间，你买车就是安尼啊，就是加价购吼，这较早不啊，妈妈笑过哈，啊，看中了一台车，这专台湾进口，去港去批入来吼，就是那么几台吼，大家底下咧花看偌济要买安尼吼，这个真的我也看到那一种情形，所以。啊，一个社会的发展吼，一种经济的一个腾飞吼，啊，伫咱台湾做是上好做是啥物时阵？吼，你问咱的听友即马老听到，你家己去甲回想起来，咱做是上好做的是啥物时阵？唔是即马咱技术遮尼发达的一个这时阵，咱会感觉做啥物嘛，种会到做啥？但是啥物时阵上好做？大概就是民国70几年迄个时阵，吼啊，尤其是75年到80几年这个所在，尤其85年以后就开始往下，吼，迄个就较无遐明显，吼，无遐尼啊，遐尼啊狂热。但是到80年迄只遐还阁真好做咧，咱通讲坦白，到民国90年，我相信。啊，以我家己的一个这个感觉呢，差不多伫民国90、100年进前吼，100年进前拢还阁袂歹做吼。啊，迄阵呢，啊，经济都还可以吼、哦，所以呢，啊，即卖愈来愈侪，你啊看，较早头啊侪温室吼，即、哦這个啊，即、這个温室没有那么多吼、哦，啊，所以呢，啊，即卖无同款吼，即卖温室愈来愈侪，竞争就愈来愈侪，所以啊，不过想想，好比讲的，就是讲，其实。对着一个农业的一个发展吼，唔是讲农业去发展，是整体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呢，农业就会发展。然后这一个国家无可能是讲啊，干那一项一枝独秀吼。当然像台湾是较特别啦吼，因讲咱一寡电子业咧好的时阵，哇，迄阵电子业唔是足好的吗？啊，电子业好的时阵，感觉电子业好。唔是吧，对不？伊那是真正有足好诶时阵，伊就带动吼啊，卖食诶嘛，足好啊，做也起来嘛，足好做诶啦吼。啊，像这啊，做实诶，因为大家拢去做迄种诶吼，这啊，全世界这电子业咧发展，啊，咱农业就继续好做诶。好，啊，迄阵呢啊，这进前咱就好朋友吼、啊，这
港住新港这个甲我说你说较早的美容街口的什么静文信齁，现在静文信的一份地啊谈谈偌济齁，这听好用算的齁，这一家一算给我听，说一份地静几丛齁，你上后静2500丛齁，一份地啦齁，这个美容啊静上后静齁，没几个家静2500丛的啦，我跟你说齁，差不多2000丛，但是咱静较济的静2500丛，然后呢你改拍八折，拍八折就是说啊，这八成吼，八成呢，拢啊，会当卖了袂歹吼，所以呢，安尼起来拍八折吼，拄啊好2000粒，就是讲你一分地，互你2000粒，就是上等的这个上等的这个梅弄的温室内底吼，2000粒吼，啊，2000粒，你一粒要卖偌济？互你一粒卖100，好无？一粒梅弄卖100块安尼吼，100块，安尼是偌济？安尼一分地是偌济？一条梅弄卖100块，应该是很难啦吼。但是呢，咱用较夸张的一个即算法吼，即是即100块是伤夸张吼。但是啊，一粒啊出咱的手吼，比如讲以即马来讲，八粒三五吼，以50块是绝对有诶吼。好，互你用50块来算吼，50块来算的时阵，0.02吼，拄啊好一分地。一粒那是卖50块的时阵吼，你那是2000粒一分地。安尼一分地是偌济？这当你算啊，10万块，一分地10万，一分地10万块啊！红色咧种梅弄，伊个记录吼，一分地吼，一分地伫室外吼，一分地卖24万吼，一分地就这样子24万两两啊！吼，伊讲迄是基本的保本啊，正是5分啊！吼啊，所以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这种转变吼，即啊，咱一定爱去了解到做咱种树农业的时阵吼，就讲啊，伫一个有一种农业有一个为什么农业对一个啊社会吼非常的这重要，就是讲伊吸纳了很多这个啊失业的这种人口啊，比如讲你若是较无有的时阵。这个各种其他的行业较无发达的时阵，也等于农业，农村会吸纳这个啊，这个人口哦。所以有的人讲啊，即马足歹做啊，歹做唔是家己歹做，大家拢歹做哦。所以一定爱伫即内底呢，咱啊一个规定吼，比如讲原底吼，这个物件是稀缺哦，就是讲足少人做，所以像较早阮咧种回归啊，弱人足少人做，所以迄阵那是弱人有回归通卖哦，这通常呢介绍拢袂歹吼，拢而且拢起里拢会当徛一个真长久的这时间，对吧？啊、哦、啊，这个物件呢就很不错啊、哦，因为伊是稀缺，伊是足欠的足亏，迄阵大家生活阁好。啊，物件阁亏，吼，落地啊有钱，啊，物件少，啊，你讲加开几十块啊，对伊来讲一200块无算啥，所以迄个计数就一直扣起，一直扣起，即个道理就是安尼。啊，即马毋是无，即马无同款吼，即马大家落地啊，普通吼，你讲无钱是拢讲骗的吼，但是呢，加较无像较早遐拍开哦，你啊，干阿卖讲啥吼，即马做迄六合彩的呢啊，要嘛是要人咧签啦吼，但是咱讲真呢，无像较早遐尼啊拍开，迄个钱吼无来遐紧哦，所以呢啊，即大家呢讲一寡都除非一寡较无讲真正常的，那一般的人呢拢会较扎手啦吼啊，即、這个一期呢。啊，算一个100-200吼，即、哦这个300-500，哎，即可能即个影响无同，但是较早咧签的时阵，一期是3000-5000、3万-5万，哦，迄是无同款，啊，即马无同款，啊，即马呢，啊，较扎手咧，啊，都啊趣味吼，啊，都去调调，啊，都爱干那爱伫啊看讲迄个数字是些啥物款的变化吼，干那安尼，啊，所以即种的即个差别，就是为即、这个。啊，咱咧改变就是安尼，所以咱咧农业，咱家己咧做着这个行业的时阵，咱也是从事这个行业，咱嘛是爱对这个社会有一个这个转变。哦，比如讲啊，伫这内底吼，什么物件啊，咱较早可能是讲啊，我都种会出来就好啊，成本你免去计算。咱即马呢，唔是讲爱种会出来，爱去种会水。哦，爱含人有比拼，上重要是虾米款？上重要是讲成本那里个小跌一下，较早可能啊，这个计数真悬。绝对扛得起，吼，绝对扛得起来这个价钱，不，你唔免担心，对吧？但是即马不一定，吼，所以咱咧用这物件时阵呢，啊，会更谨慎，吼，更小心，吼，所以为虾米？咱开这个时间，咱就是希望讲啊，咱要种好，一定是爱投入这个成本。我相信咱真侪好朋友啊，伊冇这种的一个观念，但是。
真正这个成本咧投入的时阵，就是讲钱一定爱花在刀口上，吼、哦，开伫这个啊，该去开的一个这个重点，吼、哦。啊，然后呢，啊，伫这个技术上，咱就爱怎样讲，什么时阵啊，这物件是对有更加有帮助的，这个时阵我会当小念一下，伫这个成本咱就会当呢啊，真正去解决。哦、啊，有个人讲我啊，这个吼、哦，肥加加英瓜，什么加加英瓜，对，你种起来改成那些菜，但是整个的这成本呢，啊，你也感觉讲好像也没有种的比较好。哦，你开啊侪钱，你无种较好，咱即马就是讲，卖开啊侪钱，咱个会当种较好。啊，为什么咱卖开啊侪钱，咱会当种个较好？咱用的物件敢有比别人较歹？无，为什么咱有法度做得到？因为咱有这个技术来给支撑，好，所以啊，一定爱在这方面吼，就是讲话讲好，这哪做呢？啊，这个哪无简单哦，啊，这物件就是安尼吼，这等含咱大意听听，你讲的讲这个海无聊，你都唔知偌深哦。真侪人啊，看人咧食鸡羹切切，哇，这啊，达工都伫这个啥物放弃百万年薪哈。啊，其实他不嘛是当恭喜放弃哈，外当恭放弃千万年薪呢哈，啊，这个曾经在民国87年的时阵哈，86年哈，86年跨87年的那一年，嘿，可能你被奖金得领300几万啦哈，其他的卖供哈，这些其他就不用再讲，所以你那是啊，但是那是一个这个时间刚好有一，有当时啊多啊一个。啊，一、那个时势就是安尼吼，大风一吹吼、哦，所以啊，这个有诶，这不是一句名言嘛吼，讲、哦、站在风口上呢，连猪都会飞。哦、啊，但是今麦已经无迄个风啊啦，它有迄个风吼，刚刚进前啊，不啊，含阮做港岛诶，无解岛诶，今麦呢啊，也都很辛苦哈、哦，所以呢啊，有时啊，就是一时风一时准哈、哦，这一时风呢，咱得爱使一时诶，这个准哈、哦，这重要诶一个，这个啊，这个所在是安尼吼。哦那么，所以呢，就是这条吼，就是讲啊，任何一个所在吼，就是讲拢有伊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甲着伊的啊，伊的机会，甲着吼，只要是机会吼，都有可能就是一个危机，有可能就是一个这个机会。比如讲从芝麻吼啊，这个全世界吼，做这所在呢，拢真紧张吼啊，所以像甲真这个种胡萝卜的吼，这种根茎类吼，根茎类呢啊，这原底拢是一个全球市场内的调控，但是芝麻。啊，这运费啦，各方面的这差别，所以呢，今年啊，不然啊，见面拢会讲讲，咱讲几啊届啊吼，拢讲到这个青花哦，讲到这个根茎类哦，比如讲长头啦吼。哦人人吼，这种呢会当兵的吼，这个准备是在准备什么？准备明年吼，因为今年到目前为止，安尼看起来，到目前为止吼，天然灾害应该是慢慢会稍微缓和一点。当然，台湾真正的这个台风季节还未到吼。所以呢，咱有一个有吼，但是明年安怎唔知影，但是有可能可预知的，就是讲啊，即个根茎类的明年，咱要进口的一个这个部分呢，进口入来，这个是会受很大影响。哦，所以这是咱爱去做一个这个筹备啦吼。其实你甲看有一寡啊比较大的公司吼，咱台湾较大间的迄种连锁超市呢，啊，因迄是上，因咱较无尴尬，并讲因一天爱卖20几个一个这个爱开20卡货几个一个这个仓头的时阵吼，并讲因。一天就是要20个货柜，或者是啊一个月哈，一天是较夸张哈。比如讲，一个月之外，伊就是爱20卡货柜，诶，一个洋葱的一个进口的时阵呢，因就去感受到这种哈，因为这受进口的影响就足大，因为即马船啊，这个运费哈，迄天啊，我也听到一个咧讲，这个美国哈，美国到厦门的一个这个票哈，这个一张机票哈，12万人民币哈。还要托关系才买得到哈，12万呢哈，一张机票12万人民币，卡扎偌济，卡扎3万来回哦，3万来回啊，所以时代在转变哈，时代在转变，那么这个物件哈。那么是真重要哈，这可能呢啊，希望讲咱好朋友哈啊，小可去关心一下哈，就讲、是、因为咱做这道嘛，咱既然去做着啊，咱就伫这道内底，咱去关心，唔是去关心这个人呢，这个英语好不好啊，这个许哈啊，大家伫遐看，因为看的都很烦哈。啊啊，这个就讲错一句话，啊，就大家底下凹吼，激动的，就啊，就笑讲伊什么英语唔捌啦，所以您听的，就是听到什么哪底下骂来骂去啊，这个我觉得都这种，哎，大概
晃一眼就给他跳过去。兄弟啊，你要去关心看麦者，还是讲啊，上网的时阵就卖常常去看这种八卦吼，什么最近搁对一个啊，这个什么人翁兴起安怎吼，这个东西你就不要看太多啊，不是讲未使看，但是呢。啊，你是不是当去看咱台湾的一个这个啊，体会一下吼，咱台湾啊，这个资讯开放的程度吼，比如讲海关总署哈啊，进口的一个这个蔬菜吼，这啊分类一个这个比较吼，这今年甲去年的同期啊，前六个月甲去年的六个月啊，大前年的六个月哦，这大概这个中间内底啊，伊个数据就整理足个吼，你若是有心要去做这物件的时阵，那这个机会就在哪里？好，所以其实今日含节目一开始含大家拉里拉扎咧讲这个工课时阵啊，其实就是一个互相吼，咱啊互相的这个勉励吼，不管是干嘛讲啊。其实有一个感慨啦吼，就是讲，咱真侪人吼，其实拢有一杯功夫吼，啊，但是呢，一杯功夫吼，一支大刀吼，啊，但是你用的一个所在呢，伊就是干那切到叫你切一斤吧吼，啊，这本来你是抬迄个黑尾鱼的高手吼，但是呢，即马无黑尾鱼，当我你抬干掠一只迄个啊三界牛啊吼，咱台语讲三界牛啊，就是迄啊小小只的迄个细细只迄个鱼啊，啊你。可以讲话都表现出来，讲你啊，你是一个这个黑尾鱼的这个专家吼，所以有时啊是啊，这个也没有办法，然后就讲真侪这个工课就是安尼。啊，但是呢啊，有个人讲我就是有法度把三界牛啊抬到黑尾鱼，无论多大只、大只、细只，到我的手的啊，我拢有法度把伊啊操作了真好势哈。那么那是。安尼，你到伫任何的这所在，你都有法度去得到真好的一个这种啊，这个发展的这空间加机会吼。其实今年呢，啊，我相信吼啊，对全世界来讲，拢是一个非常严峻吼，真正的考验开始啊吼啊。八月吼，这个月呢，几乎上已经报销了吼。这样啊，包括一个做这个玩具的这个厂商吼，这做写出来吼，伊甲讲八月基本上报销去啊吼。伊最后如果到九月吼啊，这个单呐是无确定落来吼，这几张单呐是无确定落来呢，那他今年呢大概就到这里。就下课了因为啊，整体一个这个圣诞节这个假期，甲九月若无落单，圣诞节就卖付啊，好，是圣诞节遐伊就卖付啊，这啊外贸的这影响相当的这大，啊，这全世界拢是啊，这就是一个恶性的这个循环啊，所以啊，我们还是要对每一件事情啊。那稍微绷紧一点啊，比如讲真侪代志，咱当然爱。很乐观的一个去做事齁啊去看待，但是对着一个未来准备呢，其实我们可以悲观一点齁。小花沉静下来齁，这是不是有什么款的一个怕省齁。那么对真侪人来讲啊，还卖想啊这啊，这也是对的齁，因为你甲想啊这呢，真侪代志都还没发生咧，你想啊这呢啊，也是没有什么用的啦齁，咱讲坦白的齁啊，所以呢就是讲你咱的一个当下齁，咱很主席咱的做什么齁，咱做什么的。行什么吼啊，然后呢搞一个啊，在这个风口上吼啊，你那是有迄个机会来啊吼，因为你已经做甲真好啊嘛吼，就是讲你啊，家己锻炼得很好，有迄个风口搞的时阵呢啊，你就往风口上去站，那你就飞上去了吼啊，你那是无准备哦，好势吼。啊，你嘛唔知影风是为对咧吹，哦，啊，啊是讲明明迄个是这个啊，一个欠靠的迄个所在呢，啊，结果呢，你个遭遇这个欠靠去堵迄个欠机坑，啊，迄个是从难要吹死，哦，啊，所以咱家己呢爱修改，但是你也知影讲迄是要让你飞天的风口，还是欠机坑，哦，这就是靠咱平常。那么咱家己呢，当啊多用一点点心哈，在咱的一个工作之余啊，一个不断的哈，不断的一个啊，个家己呢有更加侪一个准备哈，这是咱的节目内底啊，含大家哈互相的一个勉励哈。嗯，好，来。继续的时间呢，甲好朋友呢，咱来关心着吼，咱种的作物。当然有时阵看到别人的一个经验吼，我只是拿出来跟大家吼，听一下。因为我感觉讲，真的很多人很厉害吼，因为他们讲的数字都是我觉得哇，天哪，
那是什么数字概念、啊嗯、好，来，我们先接张大哥的电话。张大哥好。啊，慧兰小姐。哎、欸，你好。大家安安，好、哦，大家信徒大家好。迄、那个，卡多啊，老师你讲讲王德良主任嘛，去红山农业大企业所的一个主管，也莫过前卫啦。啊，有一摆我含米家含红厂长黄山呢，伫，迄当时黄山呢无做厂长啊，落去红山迄、那个。金州研究所做所长的时候，啊，阮伫遐见过面。啊，伊咧讲，迄个人有可能是三乡金多啊啦，黄金多。哦，正常是金多啊，伫遐赚足侪钱的啦。哦啊，有目睹，我知伊做分仔啊，做生安尼啦。哦，这一点。啊，第二点吼、哦，老师你讲迄个 G class 的吼、哦，我有一摆看几啊届呐，拜六礼拜的最近吼，伫高速公路拢四五只，不能拢买落昆顶排做。啊，因阮囝吼，甲我讲会爬买一只，我讲啊，甲即款车凊彩来买嘛有法度，我也答应讲好啦。啊好吼、哦，一个月前吼、哦，我六人前下讲，吼、哦、啊，入去伫家己恁老师恁遐台北迄间迄个米色的公司，吼、哦、啊，我前下讲入去讲，甲问讲我下讲会当入来，讲会咯。啊，我见面啊，讲要爱 T class 的 ATM 啊。大家目睭直直看，啊，我唔知影讲，啊，即路单讲啊，听尔，你甲我看啥啦？哦，啊，我转来甲看看，讲，哦，老师你讲的 G 五八，伊也有两款 ，G 五八啦 ，AMD 吼、哦，伊要甲600米，嗯，将近要甲900万啦，新台票，啊，定甲真爱八个月才会当交到车 ，G 五八。可能将近要700，伊唔是 AMG， 吼、哦，啊伊迄种汽油拢白起诶，吼、哦，啊迄、那个入门价就是 G350 是低速，吼、哦，是低速，啊伊拄啊我爱赚一档诶钱，精力来买，啊我买起啦，啊因为咱电台你讲诶，遐高价你讲诶，讲因为诶服务未使用较真啦，市场嘛未使用较真。啊，看看就好啦。对，看看就好。欸、我头先叫讲你唔看，我冇话要惊死咧。我讲卖去甲逼掉逼掉吼。啊，因阿爸啦，唔是讲恁爸哦，讲因阿爸反正就真正去甲标一只出来。另外爱八个月，啊，白头号上低价起来吼，爱甲650万、650万，米色的。哦，啊，咱卖讲后边迄句啦，讲米色的就好。啊，老师啊，嗯。今仔日阁有含恁的拍门嘞吼，就是黄院长、黄副校长通电话啦。啊，因为伊昨下话我甲无甲回答，我想想唔对，今仔阁含伊联络。伊你问讲我是安怎会含政府啊、学长、甲林纳生哦，迄种顶尖的含民间级的科学家。我讲其实迄唔是啦，迄是中央研究院吼，当时黄教授黄立春吼，伊的敌吼。合作一个试验机关，试验单位甲做起来，尾后我甲做起来了后，伫中央研究院的植物所，迄阵啊无植物的植物所发表是的，啊林纳生吼、哦、林特平有去听到啊了后，甲找高所长啦高清文，讲这个人你捌无查找我，高清文都介绍都拢伫我家里行的，迄当时蔡龙川蔡老师都拢甲出来我家。啊来啊！啊，伊甲讲要找迄个较简单，我甲伊负责。啊，怎啊来？甲开始两个甲甲绑掉嘞，因为迄病毒无在解决嘛。啊，迄、可能咱咧讲，我们冥冥中哦要配合他去解决这个产业的问题安尼啦。好、哦、啊，卖阁甲各位争时间。啊，祝老师快乐，虽然快乐，啊，咱这信徒大家快乐平安。谢谢，好，嗯、谢谢，来。来，这个蝶吼加。这种槟榔吼，这种单子叶一个这个物件吼，啊，要做组织培养吼，这其实真真侪人讲啊，金蕉都做会起来哦，足奇怪哈，金蕉做了还可以，但是啊、这个蝶吼好像没那么简单吼，上起码呢，啊不啊，我是毋捌做过，但是我知影单子叶一个啊，因为较早阮种，你知影真侪好朋友知影不啊，这个对槟榔吼，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一个。
啊，这种情感的依赖底啦吼、啊，所以呢，啊，对于这个槟榔的这组织培养，其实不管是开足者这个时间吼、哦，个人的甚至啊，我家己有买这个一整套的这个组培，这工具啦吼，家、哦、己呢业余中间呢啊去做这种物件，但讲真呢吼、哦，这个啊纯粹的是一个啊，做者人讲哦，你这有研究精神，不是然后纯粹想要赚钱啊吼、哦，因为你那是做得出来赚钱，因为。槟榔吼，有一挂一半张啊，这个槟榔呢，它本身是有一种啊早熟的一种特性哦。啊，咱咧个咱啊，这个槟榔人讲的讲，大行拢爱炸死卖炸吼。你槟榔的炸青啊吼，这惊死人吼，这绝对是啊，这个天价。你若是有一种种苗糖卖的时阵啊，这个。什么 G class 什么吼，这当然咧买就足简单啦吼，所以。即、这个一个好的品种吼，相当的一个要紧吼，即就写写。所以即、这个我后边有只有知影者为虾米啊？即、这个不管一直那是讲到即个组织培养做栽培的时阵吼，那么尤其像这类的吼，都没有那么的容易吼。即伫店内底呢，确实啊，即、这个有的人讲那往来花，迄毋是人做甲变变结吼，啊，虾米毋是往来花吼，你无同款吼，迄差真侪姜吼啊，即嘛是有人咧做，但是呢。啊、目前呢，确实，那是这个在做呢，就有一定的难度了哈，有一定的这个难度哈、哦嗯。好，来63386016338601哈，现场的电话，淮南乡亲多加利用。这么一点时间来看汉的问题，汉问老师，往来呢推荐使用的一类微量元素哈，有啥咪？他需要的可能是钙、硼、钼这类的东西。这个物件吼，咱上界普遍，咱有一个这个啊、很高效的一个，尤其木啦吼，就是讲伊啊，大概硼跟木的含量拢真高吼，这是一个荷兰的这种啊，这个微量元素吼啊，而且有这个铁吼，铁的这个往来来底吼。啊、倒是较无像你啊，这种啊、没有那么的困难呐、啊、吼。所以一般啊、这木吼、哦，可能是咱伫往来内底呢，这真容易吼、哦，真容易去看到的啊、一个这个吼、哦，这对于因为往来吼、哦、是一个含铁量吼、哦、啊、这个真高的一种这个作物啦吼、哦，所以一般除非你种的这个所在种唔到去吼、哦、啊，那是讲。啊，那是较适当的一个这所在，它比较不容易吼、哦，比较不容易有这个啊缺铁这个竞争。不过伊土壤内底那是这个锰的这个含量较高的时阵呢，啊，以各种的一个这个吼、哦，比如讲有的人啊，为什么锰含量会过高吼、哦？为什么锰的这个含量呢？就是可能一种土质的这个这关系，个一个啊，这个一挂农药吼使用量呢太高了吼、哦，这几种的一个啊这种问题吼、哦，所以啊一般来讲。因为往来是生长的较酸的一个吼，它比较适合这种酸性的一个啊，这个土壤吼，所以你只要那是讲适当改伊种好势吼，你要出现这个缺铁这个竞争呢很难吼，不太容易吼，除非你的土质是有问题啊，但是有时啊啊，确实有一挂讲啊，我的地都也还好嘛，唔是这个碱性的这个土壤 pH 大概伫5左右啊，这个往来应该是较不容易这个缺铁啊，但是伊嘛有这个缺铁吼啊，有这种情形吼，即马有一个新的这个发现的、就是讲啊，足侪人可以很高的钾要做甜嘛吼，硬要甲逼啦，要创啥？这钾伤高的时阵，竟然高到他连铁都会缺啊！伊胶工应该是三价铁加这种的有吼啊，这个伊吸收是较无啥。赶快哦！但是呢，啊，这个钾太高的部分呢，有可能会去造成哦，就是讲这个啊，肥料的一种这个不均衡去造成掉。往来会有去出现到这种啊缺铁这竞争吼，其实它不太容易啦吼。啊，不过就是讲这个木吼，木个硼呢，倒是真容易来解这个欠缺吼。啊，所以你也当啊，提一挂这种较容易吸收的一个这个微量元素呢，啊，你来应用或者同熊就可以的吼。啊，咱这个其实还蛮多的吼，咱的一个啊，这个微量元素吼，这个荷兰的一个啊，在国外吼相当出名的一个这个产品吼，所以。
应该你那是提来用吼，啊，唔是讲干那伊系得要，然后北京当然冇可能吼，啊，它也会有很不错的一个这种，但是就是讲咱咧用的这个微量元素一定爱注意吼，注意就是讲伊一个这个奥尔泰的一个这个部分吼，那么上重要就是讲伊这种的一个这个，伊是一种较特殊的这个微颗粒状的一个这个物件吼，所以它不容易吼，不容易呢沉淀吼，啊，所以很就容易呢改这个溶解。这是一种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较特别的一个所在啦，所以你也是讲专门要补这个微量元素的时阵吼，这大概这几种吼，比如讲木啦、硼啦吼，啊其他这个这个微量元素呢，小拢要甲补一下吼，算讲可以较袂产生这部分的这问题，那这样子呢就很不错吼，所以呢。你对当安尼来改伊即个做者即个处理吼，所以即大概是安尼即个情形吼，所以你也当呢来改应用吼，那来做后面吼，后面呢直接来喷吼，应该就真容易来改即个达到，不过就是讲爱小心啦吼，因为讲即个往来吼，伊叶啊呐会出现着即个黄白迄种的即个竞争的时阵吼，那么伊个就是一个即个缺铁吼，啊缺铁的新叶吼，一定爱小心哦，即。有可能是这个以某一种的一个激素中毒啊，是安怎吼？这就是引起的一个缺铁啊。你那是有小甲补者，那大概就不会有什么这个伤大的一个这种这个问题啦。吼，啊，那总讲老血吼，比如讲对于这个血呢，咱那磷吼，这滴。在这个土壤内底吼，因为呢往来吼较容易出现这个缺磷吼，所以你可能溶磷菌吼，这加减来用一下吼，这效果呢会加真好势吼，所以大概是安尼这情形吼，啊，这提供给咱周围好朋友。小做者即个参考吼，就是讲伫即个应用的时阵呢吼，即真真重要的即个所在吼，所以即伫即个当互咱好朋友即个小做者即了解吼，即伫遮提供咱听众朋友呢小知影者吼，大概即应用呢即个一般吼。它不会很难啦吼，那但是就是讲一定爱这个许吼小通常吼通常咱伫这个管理内底吼，这个一定爱小心吼。那往来呢基本上吼，伊选择一个正确的一个土壤对于这栽培这所在呢，那伫这是相当的一个要紧吼，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吼，提供给咱好朋友吼，小做者了解吼。来第一点钟呢，咱先暂时吼进到这，等下呢，咱伫广告完了后，马上接过回来。